这礼拜应该就是端午节连假了吧，所以很多端午活动都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次端午节是在暑假啊？哎，快接近暑假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延长的关系是吗？可能哦，可能。哎，但是我记得以往的端午节不是在五月吗？为什么这次都变六月了？为什么这个都没有冰呢、啊？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费，所以我去扫视觉。没有钱，那总比……在休闲，它的特征你又记哦，它就是紫色的，紫裤子。然后呢？好的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有什么新角色啊？他是不是改名了、啊？怎么觉得他以前不是叫蛇神？